球起源于19世纪，它是由英国宫廷游戏发展而来的。20世纪初，这项运动很快就在欧洲和亚洲各国蓬勃发展起来。从192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一届世乒赛到今天，共举办了45届世界锦标赛，乒乓球逐渐成为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体育运动之一。中国乒乓球选手也逐渐成为全世界万众瞩目的焦点。1959年，荣国团首次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打开了通往世界冠军宝座的大门。从那以后，中国运动员先后参加了18届世界锦标赛，共获得81个世界冠军奖杯，占冠军总数的64.6%。在这当中，特别令人振奋的是1981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36届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囊括了全部7项冠军，取得大满贯，创造了世界乒乓球历史的崭新纪录。在1995年中国天津举行的43届世锦赛上，中国队又一次夺得全部7项冠军，再次震动了整个世界乒坛。1988年，乒乓球被正式列入奥运会比赛，中国队在连续3届的奥运会中，共捧回全部12个奖杯中的9个。特别是1996年的第26届奥运会，中国乒乓球健儿一举夺得全部4项冠军，再一次为乒乓球历史增添了闪光的篇章。中国乒乓球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在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人人都非常关心和喜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堪称是中国的国球，在城市乡镇的许多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打乒乓球的人群，无论是校园的操场、老年人的活动站，还是办公室的走廊、居民楼的空地上，到处都有挥拍打球的活泼身姿。那么他们有什么愿望和想法呢？让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心声。小同学，你为什么爱打乒乓球啊？长大了我也要当世界冠军。我们老年人打球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乒乓球这项运动能够益智强身，经常打一打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虽然我已经60多岁，但是我想这项基本功可能还行，给大家打一打看看。乒乓球场地啊，要求很简单，我们在这里支一个台子，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都可以来打，大家都非常喜欢这场运动。当然想打得好一点啊，多赢几盘。我们大家轮流打，打得好的还可以连续坐庄。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到体校去学习了，想提高提高，如果有电视教学会方便一些。如何使我们的训练啊能够适应今后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方向啊，那么作为我们一个教练员呢，十分迫切得到更多的科学的啊成功的训练的方法啊，这样呢，我想对于我们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乒乓球后备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近9000万人会打乒乓球，乒乓球已经成为人们锻炼身体、增进友谊、为国争光的桥梁。为了满足广大群众打好乒乓球的迫切愿望，广泛普及科学打法，提高全民的整体运动水平，保持中国乒乓球运动的长盛不衰，我们设置了50集系列体育教学片《打好乒乓球》，从今天开始，它将与您见面。
本套教学片请到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研究员吴焕群负责撰稿，副研究员张小鹏担任直板教练，河北省乒乓球高级教练张建竹担任横板教练，他们具有丰富的科研教学与实战经验，他们将从最基本的握拍方法、球性球感练习开始，循序渐进地讲授乒乓球的单项技术，推、拨、攻、削、搓、拉，以及被视为乒乓球生命的步伐，走、跑、跳、滑。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结合技术、组合步伐和战略战术的运用。本片为了您能亲眼看到乒乓球的旋转，深刻体会旋转这一要素在乒乓球运动中的作用，我们采用花球高速拍摄，具有旋转的每项技术。另外，本片将所学技术与优秀运动员实战经验相结合，可以使我们学以致用。本套教学片生动形象，准确实用，既有知识性又有观赏性，无论是初学乍练的幼童，还是希望进一步提高水平的成年人，都能通过观看此片受益无穷。看了就有收获，学了就能提高，让我们一起打好乒乓球。同学们，你们好。学打乒乓球要建立良好的球感和手感，在上台练习攻球和削球之前，要初步体会球的分量、弹跳性能和击球时的手上感觉。首先学习握拍法，直拍的握拍方法是拇指、食指环形握住拍柄正面，其余三指自然弯曲顶住拍的背面，托住球拍。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握拍法和徒手练习，先看我做一下。先做正手徒手练习。一，徒手练习是击球技术的模仿动作，这种练习能够让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体会动作要领，有助于我们较快地掌握击球技术。杨月同学做徒手练习，站好，拿好球拍，对，左脚稍前，右脚稍后，好，拍拿住，对，拍拿住，做正手，好的，一，听我念，二，一，二，一，二，好，回座位。下一个，陈经纶同学，一，二，动作很好，一，二，一，二。横拍的握拍方法和直拍的握拍方法是不同的，它的握拍方法是拇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握住拍柄，拇指自然伸开，食指斜撑在板的另一面。下面我示范一下横板握拍，做一下横板正手徒手。好，同学们练一下。王张岩同学来，看你握板，这个三个手指头握住球板，这个手指头放在这儿，好的，这个放到后边，好，食指放到后边，正手攻球，右脚稍后一点，好，站好了，挥臂，挥臂，挥臂，好，眼睛看这儿，看前边，好，哎，好，好，回去吧，换一个同学。行，谁也不许喊了。过来过来，我看你握板，看你握板，这手往上一点，大拇指往上一点，好，后边就伸直，不要勾着这儿，伸直，好，做一下动作我看看。你好，同学们给他喊，挺好的。二，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乒乓球的球拍。乒乓球球拍的底板是由拍柄和拍面组成，在拍面上粘贴海绵和胶皮，就构成了我们使用的球拍。同学们，现在我们做直板反手推挡徒手练习，先看我做一下，看着我啊。好，杨月同学，右脚稍微放后边一点。好的，推，板子放前轻一点。对，对。好，下一个，陈经纶同学，板子放的稍微再直一点。好的。好，同学们，下面我们学习横板反手拨球，先看我给你们做示范。好，王朝阳，王朝阳同学，坐好，再拍一点，下次我就不叫你拨拍，对，往前拨，前拨，坐好，拨。好，坐好，对，坐，再坐，好，看前面坐得挺好。好，回去吧。刘碧溪，来，站好，两脚叉开。好的，叉开，我看你手，拿板儿，对，这样手心冲上，往前走，手心冲上。自己坐，自己坐，自己坐，坐。同学们，现在我们做球感练习，让我们来先熟悉一下球的弹性。先给同学们介绍拍球，先看我做一下，右手拍完左手拍，体会一下球的弹性感觉，弹跳方向。好，杨月，王朝阳小朋友出来做一下。同学们，现在我们练习拖球，看我做一下，把球放到拍上不动。好，杨月，王朝阳，来，每人拿一个球，把球放到拍上。好，回座位，停，回座位了。陈经纶、宋思怡小朋友，一人拿一个球，把球放在拍上。好，杨月、陈经纶小朋友，拖得不错。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俩拖球。好，绕着球台走。在拖球行进时，要注意控制好球，球不要离胎。体会控制球的感觉。同学们，现在我们练习颠球，先看我颠一下。这项练习要体会高低轻重的颠球对手上的感觉有什么不同，以增强手感。好，杨月同学，是这样颠，来，我刚才教你。好，往下接。好，再来。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台上拖球，先看我做一下。初学打球，拖球是我们在台上打乒乓球的第一步。要想控制好球的高度，就必须控制好用力的大小和用力方向。好，杨月同学，好，
很好啊，不错。好，回座位，王朝阳同学。行，是我。好，这边。对对对。您好。好，回座位。陈经纶同学，拿好拍子。对，哎，好。好球！好球！哎，好，好，漂亮，再来。好，回座位。目前国际比赛所用乒乓球的颜色有白色、黄色两种，以前直径为38毫米，2000年10月以后改为40毫米，重量2.7克，其弹跳性能在标准用台上30厘米高自由落体，弹跳高度大约23厘米。同学们，我们进行熟悉球性的练习，练习抛球。首先练习低抛，我给同学们做一下示范。抛球的时候，同学们要把球放在掌心内，手不要过于蜷着。好，同学们做一下低抛，听我口令，抛齐了啊，准备。抛球，好，看你们手都伸直，哎，伸，哎，对，哎，对，准备抛球，好，再来一次，抛，抛球，好，下面我给同学们示范一下高抛球的方法。高抛球时，手稍稍向下沉一下，但是不能低于台面。发力时要猛，好，同学们试一下，准备，抛球，好，再来。抛球是练习非持拍手的技术动作，准备，体会低抛高抛的正确发力。准备，抛球时，首先要适当下沉，紧接着上抛。低抛时发力要柔，高抛时发力要猛。准备抛球，不要往这儿跑啊，这儿，哎，接住它，预备，起，准备抛球。Go！ 观众朋友，这是世界著名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实战片段。你们看，乒乓球的第一板球就是发球，我们练习抛球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发好球。抛球时，手掌要在乒乓球台的台面之上，端线以外。抛球的高度必须超过16厘米。抛球要尽量垂直。正在打，也是低抛时发力要柔，高抛时发力要猛。16比15，范亚平拉的还是比较耐心。观众朋友，本集我们学习了直板、横板的握拍法，进行了球性、球感练习，并初步体会了抛球的感觉。下集我们将在台上进行推、拨、攻的球感练习，学习被视为乒乓球生命的基本步伐、跳步、并步、滑步和交叉步。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下集内容。课后练习：一、乒乓球球拍分为哪两种？二、现如今乒乓球的直径为多少毫米？三、抛球分为哪两种？四、乒乓球正确的站位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五、练习脱球、颠球是为了培养初学者的什么？六、横板的握拍方法。七、直板的握拍方法，请在视频教学专区。本集视频贴中跟帖回复，奖励大量乒乓币，乒乓币可用来免费兑换各种乒乓器材。